飞龙请求空中侦察开辟前进道路。飞龙一号协助利刃勘察周围情况。明白。利刃前方安全。实际上我无人机真正在联合作战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大，全过程、全流程，包括全时域、全天候、全功能，都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来。停！飞龙，前方道路四线色组，请求自查。飞龙一号受到干扰，请求支援。飞龙二号前往接应。飞龙二号诱导干扰器掩护飞龙一号。飞龙一号图像好，干扰解除。飞龙二号协助利刃勘察周围情况。利刃未发现敌火力点，可以翻越。收到。发现敌视目标，显示敌地识别。飞龙一号持续监视。明白。情报通知利刃前出查证。飞龙二号前往接应利刃。明白。利刃距目标800米，注意隐蔽。高价值目标请求老鹰支援。老鹰，目标已确认，坐标已上传。老鹰，根据无人机上传信息执行打击任务。目标精确，可以打击。目标命中。发现敌增援力量，请求补充打击。飞龙补充打击。单架无人机上我们所装载一个智能算法，通过之间的自主网协商来涌现出来一个强大的集群的一个智能，形成像蜂群战术、狼群、鱼群这种新型的作战样式。如何提高蜂群的稳健性、抗干扰性，这个是全世界研究中的难点。妈呀，摔断了。抗干扰的程序好像没启动，这个不解决肯定不行，到时候真的用起来肯定会被干扰。智能的背后是算法，逻辑中的任何一个缺陷都可能给整个蜂群带来致命后果。无人机上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里面那个控制器，它相当于人的大脑，只要它这个大脑能够保得住，那么它就能把飞行训练的成果积累下来，这个大脑就越来越厉害。用仿真系统，离线训练10万次、100万次，空中再飞行个几百次，让这些蜂群最后拥有了智慧。真正让蜂群能够做到，就是打不垮、摧不毁，破坏了一部分蜂群又自能够实现自愈的话，那么这个蜂群它才是有实战价值的。无人机状态正常，无人车状态正常，集群准备起飞。通信断了，导航也都没了，如何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自主的去找敌人？二号机失联，三号机已经接替。就看自主抗干扰算法能不能生效了。电路恢复，目前信号稳定。上位机状态如何？上位机状态正常，可以进入自主模式。集群进入自主模式。自主算法识别，发现目标，举备台发射。目标已命中。我们的科研团队的话也是一个蜂群，可以说是一个跨域异构的一个蜂群，因为我们这些老师呢，他来自不同的学科，大家能够就是紧密协作，实现刚才我所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能力的一个涌现。那么我们希望能够走在我们的同行前面。